温哥華市小山區Little Mountain重新發展項目，經過兩年半嘅諮詢同埋修訂之後，喺今日呈交市議會。咁雖然發展商已經根據公眾嘅諮詢同埋市府嘅要求修改建築規劃，但仍然有附近嘅居民同埋提倡可負擔房屋嘅人士反對。 住喺小山區附近嘅環保人士林星哲認為，社區內增加到1600户左右。住喺小山區附近嘅環保人士林星哲認為，社區內增加1600多户居民，大概係3000多人，將會為該區帶嚟好大嘅交通困擾。 小山區係本省最早期嘅社區房屋小區，原本係位於明佳以南至到女王公園一帶。喺2008年拆卸，發展商將會打造成一個新嘅社區，並興建多棟住宅，提供1600個單位，當中包括234個社區房屋。負責整個項目嘅建築師鄭景明指出，已經將房屋嘅高度由原來嘅14層高減至12層，建築面積比例由原本嘅2.8降低至到2.3。 至到2.5，相信目前嘅規劃將會有利於温哥華嘅房屋持續發展。因為我哋已經同附近啲居民啊、各地嘅商業嘅業主啊溝通咗差唔多兩年半啦，咁好多佢哋提出嘅意見咧，我哋已經包含咗喺我哋呢個方案入邊。温氏提倡可負擔房屋組織就反對市府支持該項目。 新嘅社區內將會興建一條人工河，收集雨水，並將會用於灌溉等用途，並且係會設有社區中心、托兒服務等。